佩佩啊，你们交网友啊？佩佩啊，这几天出门哦，记得要带伞，不要像上次一样淋着雨又感冒了。妈，上次都几百年前的事啊。还在念呢，你嫌我啰嗦啊？我只要讲三次，你听一次啊，我就不会那么不放心了。每次讲我都会讲弟弟的，安平他会听话乖乖的，哪像你？今天不用上课啊？最好是啊，只是要把握时间练的，哈哈。大家早啊！早啊！来来来！今天运气不错、哦、我买到带筋的牛肉，你的牛肉面今天一定热卖。好啊，不要趴着了，叫安平准备准备，要走了。哦，哎，走啦。哦，好、啊、我去上学啦，拜。好，晚上上线，拜拜。上学快来不及了。今天一样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，请各位听众朋友注意记得携带雨具。接下来是一则社会新闻：小六女童会网友竟遭性侵。台北某国小小六女童放学后会网友相约上山看夜景，网友带女童至偏远山区，趁机性侵得逞，并威胁女童不得说出。哎，你们有看到最近新闻在报那个小六女生被网友性侵的事件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你们知道吗？听我妹说，那女生是他们隔壁班的。真的假的？听说啊，第三天那个女生放学的时候，她主动去接她，还约她出去玩，她先带她去素食店吃个东西，然后就借口要带她去看夜景，就把她带到偏远山区，然后就把她那个啊。所以我妈早上就叫我特别小心，但是他们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我们才不会随便和别人去什么宾馆或上别人的床。也是哈，而且我妈搞不好连怎么开机上网都不知道，还叫我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，真是败给他们哎！他们在讲什么？怎么那么激动？没有，好像是小六女生被性侵的事啊，就昨天新闻报那个，你们知道吧？哎呦，当然知道啊，还好我是个男的，才不用担心嘞。哎，不一定哦，我听说有男的会被那个耶。少来啊！谁会这么变态啊？啊，不要讲这个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你昨天打到什么包？哎，听说最近有个游戏很好玩哎。哎，安平，你不是有在玩？你几点了？我不是三啦。好威哦，你怎么练的、啊？我不知道哎，运气好吧，捡到很多宝。哎，最好是啦，我运气怎么就没这么好？哎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各位同学，上课喽！在上课之前呢、啊，老师有件事想要提醒大家。最近常有网络性侵案件的发生，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安全，在网络上交朋友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大家要互相的提醒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翻开课本的第一页。
谢谢妈。谢谢。哦，赶快吃哦。知道啦。饱啦，吃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回家了。等一下啦，你姐姐还没吃完，你跟她一起回去嘛，要不然姐姐一个人回去多危险啊！真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姐，吃快点啦！你没听说过吃东西要细嚼慢咽、细细品尝吗？我当然要好好的品尝这每一口味道啊。还是爸妈煮的最好吃。姐，你知道最近新闻上报的那个吗？哪个？就是小六女生被网友性侵的新闻啊。你们想要多小心不止女生要小心，是网络陷阱多，男生女生都应该要小心。知道吗？你要去玩电脑，功课做完了没啊？在学校就做完了。你注意一下时间，九点前要关机哦。好啦。嗨，回来啦！还好有你带我练功，真感谢你啊！别客气，真没什么。你有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在你旁边哦。谢谢。我就当你是我弟弟，大哥会帮你解决任何问题。像你这个年纪时，最多关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了。像是呢？你有打过手枪吧？没有。你还真是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哦。哎呦，不用不好意思啊，这可是我们男人间的秘密哦。
这样对付同学，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？你们也希望同学这样对付你们吗？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安平说？安平对不起。安平对不起。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下次不敢了。老师知道你们对于身体的奥妙很好奇，对不对？下节健体课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安平，同学们都知道这个游戏方式很不好，这次你就原谅他们。好，你先回教室去。谢老师。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，容易造成身体重要部位伤害。希望你们可以懂得尊重别人。阿鲁巴，他们也太过分了吧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好同学经过。还好还好，不然你的小弟弟都还来不及长大就报废了，我可是会很舍不得的。你真的很关心我耶。当然咯，你就当我是你哥哥嘛，我们之间可是没有秘密的。安平，你这礼拜六有没有空啊？我家里有一些好东西要给你看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就是有一款我新买的游戏，还有我珍藏多年的秘籍呢。好啊，星期六几点？不像坏人，好吧，这绝对是个不是坏人。对啊，天天很危险啊，不要自己一个人去。但是他住国外，好不容易回台湾，我跟人家说一个人去，哎，外国人又怎样？这样很奇怪，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要单独约会？还是有人陪比较安全？难道你想成为下一个头条新闻？好吧，那谁要陪我去？我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还不错啊。嗯。那是我见到。你是倩倩吧？哎，我是小 Z 呀、啊。你的车在那儿，还是说我们先上车，找个地方再聊聊吧？够瞎的，跟网络上的照片差那么多，我得先溜为妙。哎，倩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好巧，你们要去哪？我就搬到今天生日，然后去姥姥家庆祝，你也起来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小 Z，、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老师今天生日，是很难得的日子，不如我们改天再约好了。这样子。不好意思。那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好险，他根本就骗人的嘛！还好你没有陪我来。对啊，就跟你说吧，你看你差点成为报纸头条了。对啊，看他那不死老头的样子，哎，你该怎么报答我们？好好，你们大恩大德，小的一辈子难忘，好了吧？那走，吃大餐，我请客。耶！你说新游戏是怎样的游戏啊？等一下，你看的就知道了。
林总，你来看一下新游戏，怎么样？超恶的，怎么都是这么变态的照片？那些好看的东西，怎么了？改天再看吧，我家突然有事。你刚来家早？我要回家。你要去哪？我家里有事。你想去哪里？我还在这。那拜托你们好好来照顾我一下。啊！你要干嘛？我要回家。这样要乖一点，我知道你住哪里。你干嘛？我回家，你要干嘛？啊！我回家，我回家。你怎么把地搞这样啊？会叫洗洗。安平，你哪招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听到啊？安平，开门啊！安平，安平到底怎么了？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？喂，妈，安平好像出事了，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。钥匙在哪里？事情，嫌犯虽然抓到了，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都怪我们，只顾着忙着照顾店里的生意，忽略安平的交友情况。没想到男生也会遇到这种事情，看到弟弟变这样，我心里就好难过。我实在应该多陪陪他，关心他。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大家都很痛苦，但是也因此让我们一家人更懂得彼此珍惜。爸妈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关心弟弟，学校辅导老师也给我们很多提醒和鼓励。我们相信弟弟一定会振作起来，走出这次阴霾的。天空总是会下雨的，但无论如何，雨总会停啊。